老外看得好惊讶，这些生物跟想象差很大。你这样的一个蟋蟀呢，大概是跟你的手一样大，手掌那么大。在台东，我看到一个，我在部落的时候，白色、黑色、黄色的一种人面蜘蛛啊，超大，然后他就开始讲，有这个东西，而且还在喝小米酒跟吃山猪肉，没有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